ET Shop 啊，最近放了个大招，上线了全托管模式，目的呢是让商家发挥供应链和货品优势，不用再投入很多精力到运营工作上，而是交给平台来承担。如果你供应链能力比较强，那么全托管模式其实是很合适的选择。全托管模式的优势有哪些呢？首先，在回款方面，采用的是本币快速结算，无汇率风险。其次，经营方面，商家只需要提报商品和供货，进出口清关和履约不用再操心了。最后，从成本方面，这一模式下，平台佣金、保证金、流量费、入驻费、海外物流、仓储成本都是零，没有任何的成本压力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目前全托管模式开放了沙特和英国两个市场，其他市场需要后续慢慢开放。我来总结一下，全托管模式之下，跨境电商平台的供应链之争已经打响了，平台主动压缩商家的运营成本，商家在价格方面也有机会提高竞争力，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局面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其他问题，可以添加 Enjoy 跨境客服微信心情0928，加入跨境电商社群一同讨论。另外还有跨境电商知识资料等你来拿。